开播了。开播了，兄弟们！对，今天晚，但是至少还开了。平安夜到哪儿去？你是指平安夜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啊，是今天晚上是平安夜，还是明天晚上是平安夜？今天没方向呀，你有方向了啊？你不要告诉我你们又要去喝酒了啊！我怎么感觉你又要喝酒了呀？啊？就我一个音了，喝个灯。明天吧，要不明天喝？啊，谢谢。明天晚上我组织一下。酒吧好不啦？马路。我让他们要个包房。明天晚上。正好那个车模那个回来，我呢要把车模叫出来，然后陪你们喝一点。有人呢？怎么可能没人呢？那个奶总不是啊，你这一喝酒嘛，奶总肯定来的呀。你还怕奶总不来啊？奶总只要有酒的话，他妈的38度也会来的。其实也不要喝的太多，我觉得问题不大，对吧？只要喝的不多，问题不大。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我们薛总马上来了，他来找我了。
我在共赴呢，你来啊，我共赴随便弄一点吧，好了。我今天那个五角场我就不去了，不在阳谷，不在阳谷。明天吧，明天好了，明天晚上我组织一下，一起喝一点，好吧？你跟那个船长他们说一下 ，KTV 就别去了。你们要去 KTV 的话，也没人给你们选。现在 KTV 他妈的小姑娘都不上班了，去酒吧嘛，好了。你就说明天喝酒呀、啊，要小姑娘们让人家外面钓，对不对？是没人的呀，根本要么就外面找呀。欢迎花喵，花喵明天出来不啦？出来喝酒了。安全点，酒吧不去 KTV， 不要害怕。哎呦，你这个画面，你这个喝酒还要找小姑娘才叫有意思啊。画面也可以啊。那么我帮你找一个好吧，来陪陪你啊。我把那个叫出来，那个空，那个滑板妹前面还在跟我发消息呢。明天晚上出来喝酒啊，然后那个空啊，我帮你把滑板妹叫出来陪你吧。小灿，我不认识，我没他微信。你们要小姑娘我肯定能找的，随便啥样子都能找，包括把某碟约出来也能找，都能找，这个就看你们有没有兴趣。女孩子可以找，对吧？男孩子有吗？妈的，男孩子不都是他妈男孩子吗？这不都是男孩子吗？男孩子要找啥呀？真的，全是男的，听一声。左边右边全是男的，男的还要找吗？真的。搞点饭吃吃，搞点鸡公煲吧。哎呀，搞点鸡公煲，
自拍杆。要没长毛了，没长毛可以啊，我剃烫下来是不啦？啊，行行。妈了个逼的！我自拍杆没了呀。我操，有点冷。有个人下地铁口，好，好的，薛总。搞点什么喝喝呢？搞点，搞点啥喝喝？这里除了这个没有红酒了吗？你看中间不是红酒啊？红酒我没看到红酒啊。这边有，那后面还有点红酒没等我来。啊，对，我没看到红酒呀。你看，一瓶都没有。就这里。那边店多，那边店也真给回家。是吧？这边店就这个架子就是放红酒架子，架子厂家没发过来。这红酒便宜啊，这红酒才三四十块钱的。我们卖都便宜。三四十块钱的红酒，不行，我的档次。是吧？是。那边有。有没有七八十的酒？那边有。在哪里啊？在医生东路出口那里。哦，现在几点了？现在关门了。关门了。9:30了，关门。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去。肯定啊，哥，起码我他妈的七八十的要喝喝呀，对吧？三四十的有点便宜了呀，这他妈的工业兑酒啊，咱这个档次怎么也得整个七八十了吧？啊，你们说是吧？喝点红酒舒服，喝点别的酒不舒服。哎呀，他这里其实蒸卤啥的都有。跟薛总弄瓶白的喝喝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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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法国长香，啊，你看像这种档次就是，我就舒服了，适合我了，知道吧？这种就适合我的档次了。我操，这个14度，干吧，就这个吧，
蛋白喝喝。这种就有档次了。蒸露啊，蒸露不喝，喝点红酒，干吧。哎呀，可乐有吧？有。哎，再拿瓶可乐。这十块钱一袋的花生还有吧？花生米，花生米，花生米，不要，花生米还有吧？就这种，这边的，这个，这拿一包，这十块钱三包，啊好，拿三包。给我个袋子啊！请出示付款码。稍引导到账我操！欢迎地主哥！我操，真的他妈冷！妈的逼，太冷！我想去买两颗橘子吃吃，很久没有吃过橘子了。我操，真他妈冷！老板，称两个那个丑橘。称，我家丑橘是不是便宜、啊？是吧？哪个甜一点，好吃点？这边那个。这边的。你是要橘子还是要啥？橘子，橘子。橘子这有一个金狐狸宝宝干，看到没有？这个啊。那个不是。这个是也可以啊。果冻橙。果冻橙可以。对，那个也可以啊，那个也还甜。嗯，行。下面有袋子啊，哥们。不多，拿个几个就够了。那买三个。干嘛？直播呢？嗯，直播呢。26块1，二十六。请出示付款。两斤多三个。收钱吧，到账26元。啊，老板。出去的当时看来还。弄个大的牛蛙堡，稍微放一点吧，老板，你这开红酒的那个东西开瓶汽油啊？
哎，老板，老板，开红酒的开瓶汽油啊。什么？是不是有点那个是吧？这不很正常吗？是是这个局的。老了这么多，确实老了。这段时间他妈的身体没好好练，再加上刚刚生好病，老是确实老了。这么冷。他妈怎么吃啊？这么冷。好吃好像蛮好吃。你到鸡公堡了，鸡公堡，我在那个鸡公堡。怎么突然感觉变老了？这个今天已经好几个人问过我了，都说我变老了，好几个人说了。有点憔悴。他们报警了，他们报警，是你报警了，是你报警。我报警，你报警。今天再报个警，老板啊。那个四号，你快四个小时了。这么迟？你从哪里过来的？我从那个，就是离家定的。朝前面那个方向。做按摩去了。啊。薛总妈的，潇洒。工作不是做按摩，是工作去了。你刚不干了，不干眼里就不当干。这橘子蛮好吃。
我吃个饭，我买了。我不吃，不客气，我不会，这是我这个。我害怕我牙酸掉。很甜啊。我说我吃这个容易酸牙。其实前两天我其实我知道我应该不是羊了，嗯，我应该不是羊了，应该是自己吓唬自己，知道吧？然后呢，嗯，以为羊其实是感冒，现在弄得无所谓羊不羊，现在都一样，弄得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羊还是反正感冒，现在就没什么羊和不羊了啊。嗯，那你是咋回事？我阳了呀，现在我好了呀。哦，不应该呀，你阳应该我也会阳。哎呀，无所谓，李若也会阳。哦，对，洪斌他妈的到现在还没好。洪斌是咋能阳？他不出去跑。嗯。洪斌咋会阳呢？他又不出去跑。打个电话给 B 超啊，慰问一下。我怎么话都没说先咳嗽啊 ，B 超？没有，没有。好了不啦？没有呀，还没好啊。浑身酸痛呀，刚退烧。已经退烧了是吧？啊，好，安心养病啊，安心。那个，这两天你还播了今天？今天啊？嗯。我想今天坚持，然后。会感受到那个我很励志的，然后会有可能会有礼物。哦，好，行，那你坚持坚持吧。谁？我和薛总在一起呢。哦，你们在一起啊？啊，你要过来一起吃点吧。哦，我这个身体喝不了酒啊，然后吃东西也吃不下。那就随便你吧，那你就在家里养病吧。啊。哦，好。好，那就这样啊，我挂了。兄弟，谢谢你的药啊。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好。但是一个，我感冒还没好。我也是，我也没好。感鼻子还挠挠，但是身体已经。没事。你还怕你过给我？啊，我就说一下，因为我血压足一点，我跟他说讲清楚，我说我感什么，他说没事，我们已经阳过了。摆脱不清了，他们那个技师给我说原话，我说好，既然不怕，那就开始了。我操，你他妈就是顶着一身病，他妈跑去足浴店？没有，病好了呀。我当时昏迷两天，就睡两天嘛。我都没有出去。牛逼啊你！那么技师今天也帮你按摩了啊。对，我看你个群里发的，他们技师已经开始穿圣诞装了。对啊，就是这主题嘛，就是叫圣诞主题啊。对，cosplay 玩的没技师也玩 cosplay 了啊。cosplay 就是你可以要求他穿圣诞，因为刚好也是圣诞节嘛。今天是平安夜嘛，圣诞节嘛，然后就可以玩那个 cosplay 换装嘛，叫驯鹿人，这个主题叫驯鹿人，可以刺激啊！我要为此做这样一个拍摄。真抗体要15天，哎呀，各位，阳都阳过来了，没什么事儿。哎呀，老板，能不能倒杯热水啊？开水呀。啊，感觉就是。待会儿他们有的，他们会送的。让我喝点热的，我靠，这老喝点凉的，我操。哎呀，怎么回事啊，兄弟？啊，
所以现在咋这么虚呢？我才好，我不抽，你抽。这黑豆，啊，你抽，你这个烟我抽过，我抽不过。我给他们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看，这是我们陕西的金丝桃啊，到时候到西安啊，一哥就抽这烟啊。这烟贵吗？挺贵的。多少钱？18。18一包。有人卖19，不一定，反正最便宜的18。叫大圣未来。杯子呢？在西安15块以上一样都是名贵香烟啊，15块以上的都是名贵啊。哥，弄碗饭，弄碗米饭，不一样，毕竟二线城市，那当然是吧，价格。碗米饭了。看我这窗帘就吃饭了。一碗没有啊？一碗一碗。那薛总，这个酒你也不喝了啊？啊？酒你也不喝了吧？啊，我不喝了。我你意思让我喝吗？我说哎我。喝点酒好得快。哎呀，我嗓子也不太舒服。还白葡萄酒，多搞一点。不是，那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不敢了，今天不敢来报警了。好。我现在这两天我警察去，警察现在这样，警察他们见我头疼着，不是我家头疼。又是你啊！你小豆宝，又是你啊！这里头都认识了啊。一碗够了。我得跟你讲了，我们不要讲。来，自己倒什么啊？吃点啊！来吧，我现在没劲儿，浑身。好。浑身没劲儿。因为我也是啥呢？就是。你知道感冒没有胃口，我一天没吃东西了，然后加上今天做的一个事儿，因为我身体才恢复，我不能做太多的事儿，就做了一件事情。今天做了啥事儿？就是做那个探店嘛，做了一个，因为我才恢复，我不能跑太多，就探了一个足浴店，就回来了。不过你他妈身体不舒服，你他妈按摩还按得多？按摩？按摩是工作呀，那没办法，那他那个，我不去的话，因为我们是有车马的呀，你知道吗？什么马？车马。什么叫车马？车马就是，比如说你是老板，然后邀请我去，给我这个车马费啊。所以我就去啊。老板邀请你去，还要给你车马费。对呀、啊，因为远啊，你想你从这儿跑到家里，你愿意去吗？没有车马的情况下，谁都不愿意去。我操，你干嘛跑到嘉定去是有点？因为他们那儿需要推广。我这杯倒酒又不能喝水。牛二宝，我一直吃牛二宝。这西安到时候就住你家了啊？可以啊。你家旁边人够吗？啊，黄金够。给我两碗米饭吧。啊。哎，老板。你这样吧，你也别耽误你事儿啊，给我直接上两碗吧，只能来回跑。这么饿、啊？可以吗？给他两碗吧。来回跑也挺麻烦的。因为我一般不愿意麻烦人，知道吗？我知道会再跑一趟的。哎呀，我们血统他妈的饿一天了。
确实是生病以后胃口啊，没有胃口吃饭，一天到了到现在。他本来就家有个蛋炒饭的，蛋炒饭没看，没事没事，这就是情况。老板娘，今天这个蛋炒饭没有啊？没蛋。好，谢谢啊。哎，不给你了，都给我，都给你啊。对。这个王胖子，你个死逼，他妈的，再他妈的说我他妈乱欠你钱啊，什么东西的？我告诉你，王胖子，你他妈明天开始就别回我工作室。前面在健身房啊，前面在王小白直播间什么说我欠你100块钱什么东西？我他妈哪欠你钱？你他妈天天睡我的，吃我的，生活工作室，我问你收过一分钱没有？啊？还要他妈问我给你拿工资？你干什么事啊？我给你工资？你他妈再给我他妈的嘴巴管不住自己啊！他妈说欠你钱或者怎么样？你从明天开始你住酒店，要么就自己回张家界。我告诉你，别他妈回我健身房了啊！我没跟你开玩笑啊！我现在这个脸像开玩笑吗？我欠你钱，我欠你什么钱？你欠我还是我欠你？车费我欠你啊！啊，我他妈每次给你钱不够啊！啊！你再这个样子，他妈的，你别回工作室了。要给你看截图吗？啊！你现在说什么话我不知道吗？要给你看截图吗？欠你钱，欠你钱！他妈的养着你，我还欠你钱！你他妈地铁公司上班，他妈了个逼的！我问你收过一分钱吗？啊！你跑到这里他妈吃我的穿我的，妈的在住我的，我问你要过钱吗？我还欠你钱，你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你他妈再口无遮拦，我他妈的我今天火大，我告诉你，你再口无遮拦跟我他妈乱七八糟的话，你就别来我工作室了，别回来了，我告诉你。这个桌子先一会儿再掀，我还没吃饱呢，让我吃饱再掀。我先吃，让我把这一碗米饭先吃完啊，饿着呢。再他妈口无遮拦，你试试。拎不清的，说我欠他钱，我操！你要真说的仔细一点，你先把欠我的3000多你先还了。那欠钱了，你要算仔细的，到底是看看谁欠谁的。你先把我欠我的还了，嘴巴再给我乱说话，他妈的，你给我干了啊！看看，不介意。老子怎么想的啊？哎，兄弟们，那爹赶紧吃啊！一会儿这桌子一会儿随时就要翻了。把你叫过来，他妈的吃个饭，旁边噼里啪啦在旺仔白直播间打弹幕。我他妈的，我请了一个老板过来啊，啊，消费级老板啊，啊，啥事也不管，旁边噼里啪啦打弹幕，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你真他妈要做无用之人啊！等你发工资，我等他妈发你一个月发3000多块钱，他妈的，我等你发工资。这3000多块钱顶个屁用啊！我操，还等你发工资3000多？你他妈拿了3000多，一个月赚30万？啊，3000多，你3000万到时候当30万用啊？老是说等3000，你到了我这里他妈卖了几节课？妈的！
啊，我赚了，我从你身上赚了几分钱，多少钱？赚了钱他妈还不够你一顿饭钱的。再给我他妈的看到这种乱七八糟的消息啊，你自己他妈的收拾裤管自己走了，那个床我他妈丢到楼下去了，你也别回来睡。我一打开微信啊，老板欠我钱100多块钱没给我。你跑到上海来帮我工作室做过什么事情啊？做过些什么事儿？谢谢芝梦的办法，谢谢芝梦。健身房里面干过什么事儿？发发传单吧，太。连命都没有打过。啊？喂。啊、喂。啊，怎么说？兄弟啊。啊。兄弟啊。你说。刚刚嘛，刚刚我看了一下那个地铁，也没地铁过来了。但是我虽然有点遗憾，我不能来吃东西吧？我看你们吃的蛮热闹的吧？嗯。但是我刚刚对于你在镜头前的愤怒，我深感那个就是说，就是我也跟着愤怒。嗯，一定是什么原因啊？一定是昨天你找绿毛啊，不是绿毛找你吃饭，他肚子饿了，对吧？然后你们俩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定捧着一部手机在干嘛，对吧？嗯，这个就是猪狗不如的行为，知道不知道？黑色你请他吃饭，然后绿毛居然捧着手机看别的女主播，这只为不忠不孝不仁不孝。这个行为真的恶劣的，我上次那个时候生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知道不知道？他到我家来的时候嘛，他捧着他自己那部手机，张师兄在安排东西嘛，他捧着那部手机，然后再看旺仔白，然后还到我平时坐的这个位置上看着旺仔白说的，这绝对是恶劣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绝对不是痴情啊，各位，给你们上个寓言故事，这个行为绝对不是因为痴情啊。千万别把这种行为当作是痴情啊，这是铁铮铮的单相思的白痴啊，这是猪狗不如啊，真的，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就所谓就是你比如说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个车费的问题，嗯，肯定昨天他那个什么责怪你昨天没给他车费对吧？嗯，那这个车费更加那个，就你想想你住在工作室里面已经是免费的住，然后你还计较那个车费干嘛呢？每一次就算找你来，然后没有车费都应该忍气吞声啊，因为你这个住房的问题解决了，你的5000块的住房问题解决了，怎么那么不懂人情世故呢？哎呀，还是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啊。我跟你讲，你面对的敌人，一个人面对的敌人不管再强大，自身的团结心和兄弟们的友情啊，嗯，就是说不是说敌人的问题，现在是自家队友，然后跟猪一样的脑子，跟猪一样的脑子，这是错误的。就王教练啊，就是说，就比如说你师傅，比如车费没转你也好，或者是那个这个事也不会每次不转，就大多数都转。昨天如果没转，你不应该说欠100块啊，因为那个健身工作室的那个住房是超过5000的。等于5000减去100就4990呀，你怎么可以算他欠你100块呢？真的是不懂感恩啊！哦，好了，别气了，我挂了啊，再见。好兄弟，好。王琦，我告诉你啊，你他妈再在外面什么都。跟我说欠你钱什么，找一些存在感，我操他妈的，你再去试试啊，非要在女人面前找个存在感，说我欠你钱是吧？你有钱啊，你有钱他妈的给我上场啊，你有钱
你有钱把钱还我啊。再他妈的乱七八糟给我逼话多，你看看。谢谢星星两个冰霜巨人，感谢星星两个冰霜巨人。谢谢之梦的办卡。啊，舒服了。你下个月发工资，你下个月发工资3000多块钱，够你在上海活什么？还个信用卡就没钱了。我下个月发工资，你他妈正准备3000多块钱，你真准备那个了？你真以为3000多块钱能在上海他妈的立足了？3000多。我没指望着你去还钱，但是你不要他妈的没事有事没事盯着我说两句，不要不长脑子的说。你这样他妈妈再把我说了急了，你是谁王琦？到底是看看，到底是你是无用之人还是我是无用之人？你现在对于我直播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对吧？让你旁边直播捧着个手机给你发消息，你对我直播来说已经没什么帮助了。你想想看，你还能帮助我什么？不要帮助我他妈开车。说实话，我给你的钱请代驾足足够够，我找个代驾足够，我给你的钱，每次出来都是100、100的，100多的，有的时候地方远。我给你的钱他妈的，招生有比代驾要便宜很多了。还有什么？你跟我说。打扫卫生，我他妈的一个星期找一次阿姨来才花多少钱啊？打扫卫生，我告诉你，不要真的他妈变成无用之人把你赶走啊。当个屁的教练，你他妈的当教练，小腹部的7节课我让他买的，没有小腹部7节课，你现在就是3节课啊，个屁，3节课我拿了你多少钱？3节课你分给我钱过吧，非要他妈的逼我骂你两句啊。你真以为他妈的小富帽要买你7节课啊？我告诉你，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现在今天这张脸没跟你开玩笑，你不要到时候真的逼我他妈的让你走啊。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了。谢谢姑姑的3架飞机，谢谢姑姑，谢谢姑姑的3架飞机。行，买课买课。谢谢姑姑的3架飞机。大家人头帮忙凑一凑，人头。买了3节课，真以为是你到我这里他妈待了2个月，他妈的3节课帮我创收多少钱？3节课600块钱，600块钱一人一半，我他妈拿300，妈逼，300块钱，300块钱出去吃顿烤肉他妈的都得500-600。300块还不够你他妈一天洗3把澡。我平的时候没跟你发过火，王琦。要是再让我看到这种消息，要是再让我看到这种截图，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你，王琦，你自己走。
极其的自私，真的极其的自私，自私到极致了。旺仔还过来买咖啡买一杯的，妈个逼！饮料他妈拿两瓶的，喝的是我这里的饮料，还问他要什么，我来拿，妈个逼的！你拿，我他妈！我都被他气得他妈的，你拿个鸡吧，你拿，你他妈饮料花过一分钱买过，你拿，气死我了，妈个逼，极度自私，我不考虑他妈的身边谁对他好，谁他妈对他那个，脑子怎么想？那女人他妈那个逼，真的是，我有的事情我都不想骂她，真的不想骂她。你要么不买，你他妈的，你要买他妈的，买一杯的，我是他妈挺服你的。饮料他妈拿得起劲啊！哎，喝什么？我帮你拿。你拿饮料的时候，你怎么不把钱转一下呀？我告诉你，老吕直到今天他妈拿一瓶饮料都会转我。这就是什么？老吕关系够比你好了吧？啊，那个你说饮料我也转过啊，你也转过是吧？我没做转 啊，就他不转，看到没？所以饮料这事儿啊，有点说我说不，他要不给钱，每次一个你知道我给转了啊，连阴毛都知道转，你转什么？是嫉妒。一码归一码，所以你再给我看到这种那么这种消息，什么说欠你钱，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王琦啊，你都比我都不知道你脑子是怎么想的。谢谢 Beckman， 谢谢 Beckman， 冰雪呼唤。好意思的，在那给我欠他钱。以前在旁边他妈的支配，对吧？当工具人，至少他妈是不是无用之人？现在我是从你身上，我真看不到有什么有用之人、无用之人。谢谢 Beckman 二十组冰雪奇缘。我从你身上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王琦。不要觉得你会开车或者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会开车是我也是挡你的，至少让你认为你还是有点东西在。说实话，我请个代驾，他妈的花的钱更少，也是一样，想来就来，有什么区别啊，代驾？我约了嘛，你说说开车你这个喝酒了一会儿啊，不开，那你看我一会儿就没坐，没事，不用，没关系，我可以开呀，不用开。我也想，我一会儿就没喝了。你可以开是吧？我技术很好的，七年老司机。确实有七八千，我他妈立马打个电话给我哥好吗？我哥是他妈的站长，你们这一批是有一批人是他搭这里的。我帮你问问他，你们一个月外包他妈的可以赚多少钱，好吧？啊，七八千。我现在立马打电话去问一下，好吗？嘴硬，七八千块钱，做二休二，十五天七八千块钱，你他妈做梦呢？我让人呢。
八尺。就地铁的，我没有内部的资料看过。你这工作岗位就是四千，做二手啊？你看，这个是地铁的那个。其实今天我碰见一个专门是搞那个中介地铁的，他的工资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只要靠夜班，夜班如果你就是你上就是他加班嘛，加班费，哎对。加班费能获取能拿到八千，但是八千一定是干个半就是半年以上，时间长了前期就在5000到6000。我当时差点也去应聘去了。正式工有的啊，正式工他们有的，正式工年薪20万吧，有的。你看，这是那个地铁我说的原话，就看。月工资5000到6000，然后六个月以后是11块，干半年以后是11.9，超过二十班是179，八小时，也就是说你加班以后是有持有补助的，可以拿到8000块钱。它是按小时工，一个小时是就是它是就给你算十九块11.9，它累计你就算吧，一天你上12小时，那你就得拿8000，全靠时间了啊。地勤很辛苦的。我喝你怎么不喝呀？看一眼，我都喝到现在了。一会儿啊，不愿意看，我社群都在这里。我明天起来以后，我他就停不喝，没关系啊。那你确定啊？嗯，没到时候没事。一哥，你少喝点，为啥呢？我就是嗓子不舒服。自我感觉太好了，真的是。啊，上。这两碗米饭吃完了真的胀。啊。真的以前的样子又回来了。都不知道跑到上海来干嘛来了。你真以为王胖子你能到上海来给我创收啊？你来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到上海来你哪天给我创收了，除了第一天和第二天，为什么？你受支配了，让你干嘛你能干嘛。这个时候我是创收的，大家有动力消费。你从那天开始到现在，他妈了个逼的，到现在不受支配了，开始说什么那个，你给我创收过一分钱没有？在你身上除了我他妈花钱，你给我创收过一分钱没有？啊？要等你买课，他妈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啊，等你会员续课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续到现在买，到现在买了3节课。他妈没钱的，天天他妈在女人面前刷一点刷一点刷一点，操他妈没钱了他妈的问我要，在我面前盯着我要，我欠你钱，我欠你钱，你他妈让旺仔白吐点出来啊，你让他吐啊，你他妈刷给他了，你还得不到啥呀，你让旺仔白吐点。哎，我搞不清这个旺仔白跟王羲之在一起了吗？还是没在一起？在个屁！他妈在一起了，人家旺仔白看得上他呢。啊，我他妈搞啊！那天就旺仔白我见过。真的，我今天他妈的忙了一天，我就回来一看。是啊，张师兄，我他妈回来一看，直播间他妈的一个截图。核心群里面发的，上面的他的截图，昨天还欠我100车费，来，你现在说了什么话，我这里都收得到，我他妈一打开群里，我昨天欠他100车费吗？
我他妈欠你的呀，一百车费，啊！欠你一百车费，我操他妈的，我想想就气啊！你来上海他妈的没问过你拿一分钱，他妈的请你吃了多少顿饭啊？啊！不请你吃饭，他妈的你能活到今天？啊，王琦，你能活到今天？张师兄让你喝点酒，他妈不喝，谁让你支配一下干的事儿不干？我要在女人面前找回自信，我不做工具人。行啊，你不做工具人，你他妈到底拿钱出来呀？不做工具人，一分钱闭毛缝你妈把我他妈的盯死！我欠你两千，我这欠你一百块，欠你一百，你倒拿点实力出来呀！再说他妈的，再给我看到这种没无脑的东西啊！不经过脑子发出来的话，谢飞机，谢飞机，谢谢阿伟的飞机。再给我看到这种东西啊，你自己选铺盖走人。工作室里的东西我帮你丢到门口，你自己带着。那工作室多少人都打砸了吧？然后我就可以进去了。别急，不要因小失大。什么叫因小失大？啊，失了你，我还他妈的开心死了呢，还因小失大了。哎，一哥，我还真有个困难。嗯，能说吗？你说。我最近被公司开除了。嗯。真的，我从来不骗人的。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就是，是吧？嗯。就是住的地方，然后呢？说起这个事情，我很啊，这个关系到生死存亡了，是吧？如果有地方住，我也不争了，是吧？这现在不知道。工作室还有一个床位。好，还有一个。好，我喝了。啊，这个酒我再难受也得喝了，这个老板同意了。你看，我每天六点起来把工作室扫一遍、拖一遍，然后呢，下班八点半、十点再拖一遍、扫一遍，一天两次消杀。然后呢，只要但凡看到那带复合的，我把你们出去，好吧？好，可以吧？绝对没问题。有我在，保一方平安。就人在塔在的意思啊。对，这叫专业啊，就是退伍不褪色，知道吧？懒嘛，懒得要死，妈的逼，做事嘛他妈的做不好。所以说这就是之前我一说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办法，就是广招贤士，竞聘上岗，知道吧？你可以让他都来，100个、1000个、10000个来都行，但是要能筛选过你，这样的话就很像那种集团大集团做事，我管你来吧，来者不拒，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能走到最后吧？因为我在大集团也待过，我从 P1 我干到 P3，妈上不去了，一共是 P7，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哎，你随便来是吧？我不怕你来，反正你来嘛。谢谢可乐糖不多的飞机，谢谢可乐，谢可乐飞机。但是你要走到核心岗位的话，你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所以勾心斗角，我就是被勾心斗角的被人给开除了。我现在王真的他妈个逼没钱来问我借，
你他妈问我拿钱，我什么时候没借过你啊？啊，什么时候没给过你啊？没钱了问我了啊？我是你最后一根稻草，是吧？你反正钱花光了，来一句，哎，师傅借一点，让老板借一点。还说一个月给你1200块少，你来跟我算算，你到我这里来，他妈的，你干过些什么事情值这点钱？来来来，你给我算算，你给我帮过干过什么事？你干的每一件事情，王琦，都是有等额的代价我还给你的。请问哪里少了？啊，我少你什么了？你跟我说说。他走了个蓝图，确实走了个蓝图，我给钱了呀，该多少钱分啊，他和洪斌该分多少钱就分多少钱，最后大家投票，他拿多少就拿多少，一分钱没少啊。我没让他们白走啊，就做了这一档节目，我靠，你说我们从上海走到西安，那他妈的走死了，哎，走不死了，一路上我探店，然后化缘，这个他妈的，脑子不知道怎么想，换做别人心里面也有感恩之心，感恩之心都没有。极度自私。我告诉你润吧，再这么下去啊，你是自己给自己挖坑，把自己的路走死了。哎，我当初因为女人啊，对啊，所以说你信不信？不缺女。你会把你自己的路给走死。我这里容不下你，旺仔白这里也不会容得下你。你别想多了。人家不会是因为你的他妈的长相什么唱歌好听跟你去交往的，你别想多了，你别把自己的路走死了，他妈，你可以试试。那个旺仔白是上海人吗？不是，江苏吧。江苏啊，那是就是哎，南方这帮那代女人是吧？其实南方这帮女人，我也很了解，是很现实。现在的女人都很现实。哎不，相比北方来讲，就是说都一样，但凡长得好看的女人都现实。南方。女人反正是咋说呢，她比如说，除非你有钱可以，如果你没有钱嘛，不好意思，拜拜了，要不然我找一个日本人或者外国人，要不然就哪怕不找，就包括我现在这个女老板，我没想多，傻子师傅你就是该我的，这个应该不是他打的吧，这个逼想造反的啊。我一说位置，你们开始，这只是一个南北文化差异啊，对吧？很正常的一句话。你就跟吃饭一样，对吧？
南北文化吃饭饮食就有差异啊。不代表北方，我只是说，我只是说这个话题啊。你代表不了北方。对啊，我一直他们老觉得我说话有另外一层含义，其实我说话很简单，就是就事论事啊。你还信用卡要求？妈的，你一个月赚3000多块钱，还个屁的信用卡？你还想到我这里支持1000块钱？我差你这1000块钱。一个月他妈3000多块钱还信用卡，还要再支持，这辈子他妈都还不了。他指望着还信用卡。你妈为什么放心？现在王琦就是因为你妈看你出去两个月他妈还没被饿死，铁定在上海他妈有个夫人罩着你，要不是他妈的这个情况，你妈他妈的早把你要回来了。现在是放心啊，他妈两个月都没被饿死，这铁定在上海找到好菜吃了。你老板，别敬业，不用敬业，来不来？你们做事吧。在外面宣称自己很有能力啊，吃好的喝好的，他妈的，这做的事情他妈的真的是。我告诉你，你在别人面前，在哪里面前，随便怎么去说我，没有什么，我无所谓的。你说我欠你钱或者怎么样，我都无所谓的。我不是这位让人，但是我希望知道一点，一个人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感恩。对，你懂吗？感恩之心啊！你他妈在上海能活到现在，你不想想是什么原因的？是旺仔白的，啊，是旺仔白帮你活到今天的，啊。他帮过啥呀？啊，让你旁边做个直播，天天他妈的发消息，呵呵呵呵呵呵。直播间他妈的就这点人，满屏幕的打弹幕，都是你的弹幕，呵呵呵。我看你他妈的在家里没东西吃，我把你叫出来吃顿饭，请你吃顿烤肉，跑过来一旁边打弹幕。王琦，我他妈昨天没有骂你，知道吗？我没有骂你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你还生病，大家养着，我欠你的，应该请你吃顿饭。哎，确实啊，这能看出来。昨天晚上我想想看他，他生病了，我想算了，他没地方吃饭。对吧，把他叫过来他妈吃顿饭去，对吧，带他吃顿饭去，吃顿烤肉去。旁边他妈我在这边打他们拼命开心啊，哎呦我操。你他妈真觉得是应该的呀，啊，真当是应该的，我他妈请你啊。你怎么这么关心他？因为他好久没播了，我他妈也好久没播了呀，啊！我赚了很多吗？好久没播了，播你妈了个逼！你再给我话多，我这段时间赚什么钱了？你再给我逼话多一点，好久没播了，他是你妈呀，你叫他妈。一个冷静，一会儿就这饭，没事，这饭还有吃啊，这饭还有吃。因为他好久没播了，你怎么这么关心啊？你妈怎么不关心一下呀？啊，好久没播了。什么脑子啊？啊，
人家说一个人的脑子得分清楚什么，分清楚什么重要什么次要，你的脑子他妈的是分不清楚什么重要什么次要，死在女人身上了，真的。好久没播了，哎呦，帮他，他好久没播了，你他妈帮他打两个弹幕有用啊？啊，有个屁的用啊！让你帮忙点赞，100个赞一毛钱。喂，喂，啊，兄弟啊，嗯，啊，兄弟啊，各位观众啊，只要绿毛了解到自身的这两点啊，绿毛一定会听。绿毛第一点要了解到，但凡不是一个残废的女人，只要这个女的不是残废，就不会喜欢绿毛，这是铁铮铮的真理，知道吧？只要一个女人不是残废的，就不会喜欢绿毛。绿毛是不受女人待见的。当绿毛自身了解到自己的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进步。当绿毛了解到第二点，自己比别人差，绿毛自身是比别人差，当他自己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那又是一种进步。但是他这两点都没了解到，所以他就永远永远就是这样。然后绿毛会为什么会，比如说我说完这些话，为什么绿毛会说七恶报呢？因为他自身就一直在吸恶报，他自身一直在吸恶报。因为为什么黑人一给他吃饭的时候，他捧着手机看幻彩排，别说这是不是工具人啊，但凡任何一个，比如说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是朋友之间出来吃饭，不可能捧着手机刷某音啊，或者是看任何的直播的，这是对人的不尊重，这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别人就更不会把他当人。好，我吃个橘子啊。好好好，嗯，好，我挂了啊，嗯。说实话，现场能感到一哥的愤怒啊。我肯定愤怒，我昨天就是很气。我觉得一哥脾气很好，我第一次发脾气啊，我现在都好吓，兄弟们，我你们能够想象吗？我昨天他妈的真的是，我昨天其实说实话我也蛮累的，对吧？我也没养好，我想这个逼他妈一个人在外面，对吧？又没得吃，我把他叫过来吃饭，对吧？请他吃一顿，他妈的他这样叫过来吃和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坐在旁边他妈事也不干的，请他吃顿饭，旁边噼里啪啦打弹幕。帮旺财派打弹幕，或者怎么样？人家很久没播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骂人。是难预料啊。我不要请你吃饭，我也不要你请我吃饭。你自己管好你自己该干的事就行，不差你这一顿饭。我有，我不是你。我从来没有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我胖子，我告诉你，我也不差你这一顿饭。哇，我只是希望知道，我要让你自己知道，你这个人是极度他妈的自私的，不是一般的自私，是极度自私。真的是极度自私。而且他自私他妈的只对他妈的女人不自私，对身边所有人都自私，只对女人不自私。他愿意把他身上所有的10块钱花在一个女人身上，也不愿意拿出2块钱、1块钱给身边的这个朋友买个馒头吃，这就是他，这就是王琦，张家界王琦。哇，我觉得是真的冰啊。我不自私，没钱没办法。你是他妈没钱啊！你左边牙缝抠一抠，右边牙缝抠一抠，旺仔白这里上个10块钱，女主播这里，啊，
回头实在扣不出了，说我欠你100块钱。这里的钱拿到以后，再他妈再扣一扣。你来上海，我告诉你，大家是认为你是来赎罪来的，所以大家才有这个想法去在你身上消费，去支配你。因为直播间很多人恨你，现在既然不想被支配，你想做一个男人，堂堂正正的顶天立地的男人，在女人面前证明一下自己，那你就他妈的证明出来。你现在非但没有证明，你他妈的还在这个，还在你身边唯有两三个这几个可信的人当中，在走错自己的旗子，再把自己的人设做差了，我告诉你王琦，你就再无立足之地了，上海，你就从此以后再也没立足之地了。没有支配的点，让你他妈的掉勺子，让你什么不喝酒对吧？让你掉勺子，让你什么你不干啊？你都不干，要支配的事情啥都不干。你说我上班了，我赚钱了，我是老板了。我真差你这3000多块钱啊，你这3000多块钱都刷在我身上还是什么呀？啊，真差你这点钱。从今天开始，你如果到上海，你他妈逼拿着5000块钱，你能在上海他妈的吃饱喝足了，又有地方睡，还能给看女主播，他妈的，我跟你姓，我叫苏毅，我叫苏毅，我明天开始叫王毅。就冲你这他妈的好吃懒做的习性，你他妈的还3000多块钱、4000块钱，你想在上海他妈的，啊，吃好的喝好的？让你的团长爸爸过来看看，够不够？啊，让你的团长父亲过来看看，够不够？哎，这个一哥说的是真的，我来上海一个月了，压力好大。我给你倒杯。要不要我自己？你看看你能够不够，这3000多块钱、4000块钱够你在上海生活。你现在处人无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妈的你回头一思案，我能老板借一点工作室还能睡不要钱，老板他妈的有事没事还拉着我出去吃顿饭，这是你从处人无忧。为什么？你有后路，饿不死。你把我逼急了，你就没后路了，我去，知道吧？你就没后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事没事就会在别的直播间说，哎呀，我老板欠我钱，欠我几十块钱，欠我车费，欠我啥钱。我仔细去想想，他妈的，真的，我花这点钱从明天开始我自己交个代价，你看看我，你看看我能不能找，够不够找代价，嗯，你看看我够不够找。你从今天开始你自己解决饭钱，自己吃饭自己解决，你看看够不够。你别他妈打好的好像他妈的很牛逼的样子，自己再借个房子去，再租个房去，什么情商什么脑子。
一个真的好的，我也不用就打，打了个好的，他们在打了。买到现在课买了这几三节课，他妈的还真以为你是一个教练。跑到他几月份来的？啊，几月份来的王琦？我哪知道？王琦几月份来的？三个月有了吧？九月份，现在几月份？现在十二月份。十二月份，啊，三个月，起码三个月。哇，来了三个月可以啊，来一个三个月卖了三节课，三个月卖了三节课，小富婆的课不算啊，我让他买的，三个月卖了三节课，对啊，我可以当工具人啊。疫情卖不出去课，那你他妈当工具人啊，你当工具人能赚钱啊，至少能帮我创收啊，你他妈在创完收以后你在工作室睡吃我也就算了，带你他妈创收都创收不了，觉得当工具人没面子了，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钱嘛钱赚不到，还要在女人面前做个钻石二娃娃五，还要在女人面前证明你是个男人，钱嘛钱赚不到。旺仔白为什么不回你消息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为什么不回你消息，因为他没自始至终没认为你他妈王胖子是个合格的男人，懂了吗？你他妈就是个工具人，因为你没钱，你知道吧？但凡你有钱，他也多回你一条消息。但凡你有点能力，他也回你消息了，知道吗？我的消息一直在回，是不是？大哥的消息一直在回，就唯独你他妈王胖子不回，你不问问原因的，啊？你不去问问原因的？一来像条他妈舔狗一样，上去哎呀，买杯咖啡你喝。我他妈对你这么好，你啥时候想过我？啊，你买咖啡的时候他妈你不想想，第二杯半价你也不给我带一杯啊？妈个逼的，什么买就买一杯啊？你是怎么做到的？算听明白，如果有人对我这样好，我感恩戴德呀，是吧？阿姨吗？真的，我可没乱说，这种事我不乱说的。到上海一分钱没带，他们活了三个月，活了好好的，你想想看，我换谁他妈是谁不愿意？我算听明白了，我刚进来有点懵啊。我告诉你，但凡换任何一个男人，他妈早起飞了。在上海一分钱没花，我操！又有地方睡，又有地方住，啊，又有地方吃，这类似亲儿子一样的待遇，我操！哎，这，是吧？亲儿子都没这待遇了。你不会的？我喝了，我一直喝呀，我又喝了。可惜我又遇到这种爹啊。你只会磨灭一个人在你身上
投入的感情，王琦，我告诉你，我没有骂你，我没有说你，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说。但是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面想要立足的时候，身边的人都被你耗尽的时候，你再去试试，你不要嘴巴硬，没事的，我他妈自己出去，我能闯，我能活过来。你不要嘴巴硬，从明天开始你在上海待一个月，你再回来说这句话，那我认可你，好吧？从明天开始你在上海，你试一下一个月，不要多，你出去闯一个月，你去试试，你能活过来吗？严哥说过，请一个吃了四顿饭。刚才有个水友说是请了三顿饭，四顿饭。而且我光车费都花了，大概我看了第一的账单，2600多块钱，因为一次来回200，一天二百，因为我不知道上海这么远，所以现在开始我坐地铁。让他坐地铁，他不高兴走。啊？让他坐地铁，他不高兴走。我觉得地铁挺方便的呀，又快，然后又堵车，有的时候你打车还要堵车呢。两件事情很气，第一件事情就是前面他在那个旺仔牌直播间说，第二件事情早上起来，我看看，一哥你要不吃把火关了？凌晨3:30，前两个月我也没打啥工资，干脆一起发了吧，反正24号师傅再支我200工资，还有一碗吃饭的钱，我再问我妈要点。前两个月也没拿到啥工资，干脆一起发了吧。一个月反正也就1200，也没多少钱，还有900，过个元旦再说。我工资下个月15号发，然后要花1000多在酒店里面，又白干了，也不好意思一直问我爸要。你怎么好意思问我要？说了3个月1分钱，昨天我跟我妈要了500，又订了一晚酒店。王琦。来，你来跟我说说，我发你工资是没问题的。你这个发工资的话，你能干了些什么事情？啊？你告诉我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来说说，你帮我工作是帮我干了些什么事情？晚上看女主播，看到早上6点钟睡觉，一觉睡到下午的5点钟。我跟阿黄练身体都快练好了，起来跟我说：“老板，我帮你搬哑铃片。”5点钟6点钟起来以后，我还带着你出去吃饭。吃完饭你就跟在后面，啥事情也不用干。了不起我喝点酒，帮我送回家。你这是一天干的事情。没干事情，你就在工作室继续看电脑，继续看手机。那个不是杯子吗？你跟我说看点什么，做点什么事情。我现在告诉你，打扫卫生，我请个阿姨50块钱一个小时。我请个阿姨50块钱一个小时，打得扫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我工作室之前有阿姨的，现在外面劳派公司、劳务公司就是40块钱到50块钱一个小时，一般情况下2到3个小时够了。你喝喝热水，喝热水。我一直请的，我知道的。你去算吧，我一个月要花多少钱打扫卫生？你打扫什么卫生？你跟我说。你能帮我打扫什么卫生？睡到6点钟啊，我不说6点，5点钟起来，第一件事情上跑步机，打开直播看直播，旺仔白在直播看旺仔白，不在看直播看 B 站看什么？走1个小时步，洗个澡，然后等我以后，老板我饿了出去吃饭，这就是你一天的工作。吃完饭以后就旁边坐着不要动啊，等我把我送回家好，回去以后继续看直播，看到早上6点钟。这就是你一天该干的事儿，洗3把澡，一把澡洗20到30分钟。你一天当中干的事情，这就是你一天干的事情。这个睡，你他妈一天要洗3把澡。你得有多脏啊，啊。这直播间哪个男人他妈一天要洗3把澡的啊？你永远把自己弄得这么精致干嘛呢？你把自己身上弄得这么喷喷香干嘛呢？没女人喜欢你啊，王胖子啊，你把自己弄得这么香干嘛呢？啊，身上很香，我皮肤好滑，滑你妈的滑！你皮肤这么滑，你自己摸自己。我皮肤再粗糙都有人摸，你皮肤粗糙有人摸吗？有啊。我不缺女人，你可真不缺女人。你不缺女人是吧？你看你皮肤这么滑，你有人摸你吗？我的女人多了去，整天在直播间说喜欢我的女人多了去了，妈个逼一个都没看到。一个都没见到。哦，对，我天天被女人摸，天天按摩啊，足浴店啊，天天摸。你不要小看薛总。阴毛至少有一点，他妈的自力更生，活得低能潇洒，对不对？初期按摩什么样，一分钱没花，到底能活到现在？你不得不服他，对吧？工作，看到没有？工作一个，至少牛逼啊，确实是啊，啊，这也是他的能力啊，你说是吧？男人就要靠自己啊，出门在外要靠自己硬扛啊。先做事儿，然后才有饭吃。整天说他妈自己瘦了算了。瘦了算了，他妈的也没见个女的喜欢。你思路清楚了，你知道，哎呀，我忘了他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喜欢他就行了，没毛病这句话。那你起码一点吧，你得让身边跟你没有任何男女关系的人去喜欢你啊，你怎么不去考虑这个呀？啊？
你身边跟你接触的这些朋友，包括你鲁哥，包括你身边这些人，你得让他们喜欢你，王胖子。你不考虑这个的，你在上海三个月里面，他妈的，你不考虑这三个月里面谁对你帮助大，啊，谁帮过你啊，你都不考虑的。大家不会去说什么你喜欢谁啊，每个人都有喜欢谁的权利，但你起码一点啊，你他妈对自己身边人好一点啊，啊。大恩不言谢，他妈的旺仔白这里是没恩，你他妈的到谢了他比谁都快。昨天直播也是的，我直播店老板送礼物，谢老板，谢老板啊，旁边发消息，谢老板。女主播面前他妈的，你旁边谢的是真的开心啊！大哥来了啊！大哥，哎呀，他妈上天大气啊！这妈，我昨天晚上其实我就想骂他，但是我憋住了，我没骂他。我想想他妈在直播里面骂不太好，对吧？他不考虑考虑的，真的是哪个是真的是大哥，对他有帮助的大哥，哪个是没大哥？啊，他不考虑考虑的。那、啊、别的直播间他妈的塑造自己的一切他妈高大形象、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直播间他妈一个弹幕怼一个，一个弹幕怼一个。礼物他妈一分钱不屑。真的是猪脑子，人家想真的是猪脑。老板，再烤条烤鱼吃吃。烤鱼来一条。我其实还得吃一点。啊，烤一条，烤一条。烤鱼有什么味道的？香辣味的吧，来一条香辣味的。啊？刺少一点。哦，好。香辣也不要太辣，上天赏了不舒服，比我也不爱吃太辣。我这里他妈的至少这一点，大家刷的这些礼物，你他妈的至少旁边还能吃顿好的，不考虑的真的是。对啊，一顿饱顿顿饱了。我觉得我来吃饭很正常，人总要吃饭呀，对吧？我一天没吃饭，我肯定要吃饭。天地良心，真的是天地良心，王琦，你应该自己摸摸良心去想想。你真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你想想看，他妈你能活到今天，真的是，你对得起你身边这些人吗？啊，你对得起身边这些人？让你吃让你睡的这些人，你对得起吗？啊，从明天开始，你跟旺仔白发个消息，你说。我老板把我那个了，叫我走了，我没地方睡了，我想睡你家，你现在开始发个消息给他。你看看汪怎么招待你了。正事不干，他妈的！
我又不是她老公。是啊，我是你爸。对了，没有错，你不是她老公，我是你爸，好吧，我应该的。再让我看到什么没事给旺仔白什么旁边他妈的噼里啪啦打弹幕，或者是干干，你帮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了。你在帮我开车的时候，你他妈都在帮旺仔白发消息，直播间在打弹幕。我他妈的哪天撞死了，妈个逼的，我让黑人系到你家去，他妈的进你家祖坟，你信不信？你帮我开车，你都在他妈的他直播间打弹幕。你哪天他妈打他弹幕的时候把我撞死，你去试试。我让黑影星、黑人星他妈的到你找你家他的团长父亲去。辱没了！再让我看到他妈哪一次你在我旁边他妈的在直播间打弹幕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不在的时候我管不了你，你要是再给我看到，还有一次还要在我看到什么没事我他妈欠你钱什么乱七八糟狗屁话再出来，王琦，我忍不了你了，你真忍不了你了。这个逼真的是哦，戳伤了，戳伤当中我戳伤的，娘了个逼！我没看到这么气人的，真的是。好好好好这个球员有点还行。你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一样的，知道吗？从小到大，我他妈送你一个字：红兵是初伤，我是中伤，你个屁是温伤，操你妈个屁，三伤他妈！我真的是温伤。其实我也不懂他是啥。再送你个，你就是温伤。初伤、中伤是啥意思？我也不不是一家人他妈不进一家门啊，各司其职，磋商中商温商欢迎永东星星。我已经说实话，我已经没指望王喜能帮我直播间创作什么东西了。时政热点，我把那个声音开起来。对不起，超哥，我现在把声音调低一点。啊，那个，我去，你把那个电视机的声音，我这来关了吧。
不用关了，你把声音调低就行。就那个电视机旁边按调低一点。我现在去查操管啊。好，可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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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声音。那你要真的是哦，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旁边让他帮我说两句话，做做节目，他妈坐在旁边，妈的让女主播打弹幕，把我气的他妈的，真的。你有说话，你说了那两个逼毛话，说话说话说什么话了呀？说两句逼毛话，让你干嘛又不干嘛的？你说什么话呀？让你旁边感谢一下，谢老板，谢谢峰哥的飞机，谢谢峰哥，感谢是这么感谢的吗？谢谢是这么谢谢的吗？谢礼物，谢谢峰哥，谢谢峰哥的飞机。告诉你王琦，我可以从现在开始，我让你在旺仔白直播间打不出一句话，而且绝逼他妈解不掉，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就问你信不信？这么多不信我的，什么东西？他说什么？我没什么。我没有了，那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没有转了，什么意思？就他是无敌的呀。哦，就是他打不出话，他也无所谓。就这意思啊。软肋就是没有软肋，就是无敌的支撑。行啊，你是没有软肋啊。我们就看看到底是你有软肋，还是你吃得上没有软肋。对，打不了就无所谓。对啊，没问题。你嘴巴再硬了，你再试试。你再试试，我不但让你没有软肋，我让你没有软铺，你信不信？谢谢永动星星的飞机，谢谢永动星星的飞机。
你没钱了住在外面，他妈的照知道要问你妈拿500块钱的，你去试试问你妈那一个月拿3000块钱4000块钱，让他给你租个房子，你看看你妈同不同意。王姐，你去试试，让你妈租借你4000，你说我要在上海生活，这4000里面还不包括吃饭，你看看你妈同不同意，愿不愿意？地铁公司一个月你赚4000，我告诉你，你在上海你一个月花多少钱？你在上海一个月你没有6000到8000，你是活不下来的。而且这6000到8000，你是吃不了什么东西的，你没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吃，每天。光像房租成本就要花到5000-6000。让你去合租，你不会合租的，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官家子弟，我的父亲是团长。让你去合租，你是绝对不会去合租，你肯定要自己独租。独租一个月，在上海的地区，你如果接到五角场地区，一个月4000块钱，起码4000到5000，差一点的3000，对吧？那是很比较一般的。你再去算算别的开销，好吧？交通费，再算上食宿费。所以上海难啊！像我们这外来人口，在上海想扎根啊。除非撞大运啊，所以我现在最近在纠结啊，我要不要再待了？还好遇到个女老板，试一试吧。没事，我营业厅底子好。你他妈一个营业厅，说实话，你一个营业厅赚多少钱啊？你妈这点营业厅都败在你身上了吗？营业厅？你妈为什么把你赶出来？就是因为营业厅已经负荷不了你了。你带来张亮剑，你只能在天天在家里，因为天天在家里至少吃东西他妈的能够吃，你出去试试。你家这点营业厅这些每个月的收入，你妈他妈都败在你身上了。还营业厅呢？现在你一个人生活在外面，你妈的每个月开心死，真的开心死，开销小很多。